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讲8个音阶。有4个音阶是简单的，另外4个音阶是困难的。好，那我们从简单的开始讲起好了。简单的呢，就是因为它的指法跟我之前说的还是一样。就是右手是123 123 4，而左手是4 3 2 1 3 2 1，这包括了 G 大调、G 小调，还有 A 大调跟 A 小调。好，然后还有4个比较困难的调呢，是 F 大调、F 小调，还有 B 大调跟 B 小调。 OK， 好，让我们切换镜头再继续咯。我们来说 G 大调，也就是 So 大调。G 大调一个升升发，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发是升的。 OK， 这应该是算比较简单的一个调。右手指法一样，123 123 4 123 123 4，回来4 3 2 1 3 2 1，好，左手4 3 2 1，七卷音3 2 1 1 2 3 1 2 3 4，两手伸的地方已经摆好了，伸的地方已经摆好了。好，那现在我就不分手咯，我直接来告诉你 G 小调，也就是 So 小调。我们不是说它的第三指的音要改变吗？所以现在3指我改变成黑的，好，3指改变变成黑的，包括它本来的发声。好。A 大调 ，A 大调呢，升了3个发、哆、嗦，所以我们先来看它的音应该是发、哆、嗦都要升，所以我们把其他的音弹完是拉、西都升，瑞、咪发升，嗦升，拉，好。右手来一次，1 2 3，3指就遇到升，所以我直接就摆在上面了。好，发跟收是升的，所以我的三指跟四指也摆在上面。好，左手基准音哆升，发跟收都要升。两手都升，发跟收升，好 ，A 小调右手，我们本来不是拉 C 哆升吗？在大调的时候，我们说三指要改变，所以第三个音这个从黑的变成白的。好，大调的时候发跟收是升的，可是我们说三指要改变，所以这个发声我们就不升了。回到白键，好，我们两手一起哦。好，这四个调呢，除了音是什么音，我刚刚已经说明过了。可是指法呢，指法完全都是一样的。那如果你还是不清楚的话，还是可以往我们前面的影片那6个调去看，因为这些全部都是一样，算是比较简单的。那这些比较简单、比较基本的，你一定要先掌握住。那后面我们在讲比较困难、比较复杂的变化的时候，你才可以好好的掌握。我们再来讲这个比较复杂的 F 大调，因为 F 大调比较复杂，所以我只说它的左手。左手指法4-3-2-1-3-2-1 F 大调只有一个降，降 C， 也就是这个音，降 C。 好，基准音发，然后4-3-2-1-3-2-1 1-2-31-2-3-4，基准音。好，右手它不是之前的指法了，所以我现在暂时不告诉你，我们先把左手音练习好就好了。好，小调，我们不是说第三个音，三指的音要改变吗？所以我们把它变成黑键。好，本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三指的音改变，变黑键。 好 ，B 大调，也就是 C 大调，这个调呢，它也比较复杂，所以我只说右手。B 大调，五个声：发、哆、嗦、瑞、拉。发、哆、嗦、瑞。 拉，哇！你看它全部都升了耶，对不对？是比较复杂，没有错。可是你要记得它的指法是一样的，好吗？好，右手 C 哆瑞，我们 C 没有差，哆瑞就是升，所以我们就要放上去了。 手也往里面移，比较好弹。好，西哆瑞，西是没有声的，哆跟瑞是有声的。好，再来，咪发嗦拉西，发声、嗦声、拉声。 好，左手一样，因为它指法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，所以我们一样留到下次再说。好，小调，第三指的音改变，所以是黑的变白的，所以你的二三会有点挤在一起，要小心啊。好，本来大调是这样，对不对？ 三指的音改变，所以一样，二三又挤在一起啦。OK， 好，今天呢，我总共讲了8个调，好，而其中有4个调，我只讲了单手的指法。希望你把这些音还有指法都要搞得非常的清楚。那我们下一次再补上另外一边的指法，你就不会觉得这么的困难了。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你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。就这样咯，拜拜。